南田一个公园发生罕见意外，一名男子的下体被夹在公园的健身设施，医护人员帮事主打止痛针的时候，事主痛到不断嚎哭。现场留低了一滩血迹。事发在星期三深夜11点几，个40几岁的男人在碧云道南田公园观景台，下体离奇卡住在健身设施上直径一寸的窿，事主自行报警求助，消防到场后都没办法帮事主掹翻下体出来，唯有再召医护人员到场协助，帮事主进行初步的手术，但都是不成功。消防最后要锯开铁板，连人带板一起送院进行手术。ONTV 记者黎俊豪报道。